当你朋友出去吃，没有具有你的时候。哎，我让妈刚打的桌子。哎呀，妈妈不累吗？真的，哎呀。哇，小达，你没必要。你是干嘛事？妈那是干嘛事？OK。Seafood ada daging ada kambing ada ayam ada mana-mana gitu. Sabar. Sedap. 在沙哇，虽然我们是不同种族，我们是有马来同胞、华人跟马来朋友，但是我们还是会一起来这里吃，而且最重要的是有哈拉斯的店，就是我们马来朋友都可以进来吃。喂，怎么还没说？把给洗刷洗给谁呀？接下来我就要享受我的火锅还有我的烧烤啦。今天的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